去安排是咱现在这个咱台湾政府在提的这个财富吼，小华老师，你爱跟咱阿妈的跳舞嘛，唱歌嘛，弹古筝，我当下我表示心两边都是吼。那这位呢，这个课程就是西，伊嘛要来为咱演讲吼。那咱今仔大家所有今仔日所有精神全部来去伊的身上，我相信伊会为咱做诶。今天来的第一台是这个啊，有这个新南庄兄弟的国家前来欢迎，是我们的代表，是我们的代表。各位乡亲，今天真欢喜有这个机会介绍，新庄这几十年来。我真好个朋友，我是我的老师啦。但是我来甲伊讲，是老师的是，伊拢讲开啦，咱爱叫甲较老啦。第一下看到伊个名，想讲这個可能是一位山西还是山西来啦。啊，伊相对来讲，伊台湾话阁较难讲，啊，阁真爱讲台湾话。应该伫台湾做位老师的人，你有个人就来讲，伊拢有台湾国语讲袂过来，但是这个雪华尤其伊对台语的热情，啊，甲这个爱心，伊安尼伊。有这个机会来这帮大家开讲，就是讲表演。以前我真意外的人，伫台湾去教英文，啊来美国教中文，来美国，啊都有二十年前当选到。亚洲最佳双语老师，啊，即摆伊咧教台语，啊，煞了毋知要教啥物语，但是伊个才能，我是伫彼位，伊是太平洋西部投稿伊是，算讲下面小注意啊，哦，伊个笔名。啊，我笔名都差一字，哦，所以讲，也要叫我做阿兄，哦，就是我是也是注意学生爱莹莹，哦，而且咱欢迎秦老师。啊，我晓得，但咱来讲吼，较济押韵嘛，听起来就
情啊，像一首歌啦，吼，细咧来台边啊，讲念歌词，甲歌和词合作会。啊，其实呐，北平人伊嘛是讲做会，但是伊电脑讲，伊讲唱诗歌，伊先讲诗，再讲歌，但是这诗歌啊，唔是咧讲师兄啦、啊、师姐啦、啊，吼、哦，是诗歌。啊，那师兄师姐吼、哦，我赞同。在这吼，一些做这块师兄师姐嘛，因为恁台语拢讲得真正好啊。啊，我想讲台语是两块诗。啊，恁个这个甲歌和诗啊，叫做变，还有叫做什么？西瓜，西瓜，就那个叫变戏嘛啊，这个两块诗。啊，今日我要介绍来变戏。歌词是我写的问候的，好，那有多少人在外港里来的？啊，这个歌词就是咱十三行呀。这首问候的呢，我是2003年，我特地请到咱的音乐老师吕玄生老师，一块了一两公，已经大一学习，要来改写这首歌。大家会当唱，啊，搁是无彩吼，伊官方甲成以前来离开咱。伊是讲伊送我耳朵仔，不然我是耳朵子啊。今日我看好片，一部戏叫做《以歌逐梦的人生》。好，这个是描写一个人的一生。另外一部是吕老师写的，这个。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都是欢喜诗，就是讲一首诗有四句的，啊，一句的有五音，还是七音，哦，啊，都是有押韵，哦，啊，你呐，有时间可以练练，去旁边来给你听听看看，啊，我今嘛来讲太多啊，来讲的叫做孟婆殿。我的心还在眼前，回来姑娘，回去各归来。你是有这么事的色彩，浪漫浪漫。我暗暝姑娘回去倒位，你讲困你温刀的树皮，那张树皮刚不熟悉。我的风吹，甘会冷丝丝。落雨天，姑娘，你敢有所在好哩？你是这么薄，这么水，甘会好好啊？淡去，谁会当照顾你？你爱回你，收回你，敢有一个好伴哩？淡坐。是八百块。这首诗，表达了一个人的思想甲感情，麦当表现了作者的生活情景。是啊，作者来问讲：阿姑爷，你困的所在咁舒适呢？伊是，也是我做伊来时阵吼，出来是较惨只，吼，所以我做伊来时阵。你睡的所在，顶有四十间的房间，顶一个房间床，啊，里面好些啊插销啊，就含你里面的同齐睡。啊，边休息呢，就读书啊，哦，读书。啊，读书啊，读书啊，就是这方面，哦，啊，来去房时，哦，以这种生活的环境，都无意识的讲，哎呀，我在讲，啊，你睡的所在刚舒适。另外，搁嘛来问候着讲，啊落雨天，伊敢会好好打扮？啊，较早有一句台语俗语，伊讲，一次看两雨，落雨叮当过。迄就是讲，若是出面刮一空，啊日头出的时阵，伊就伫出来打头来看，哦。你当看到云吼，伊在咧叮当，看到有当时啊像
啥咱涂骹，甲摆一寡硬炕啦、硬炕啦，互伊移移动动。哦，你知影我做囝仔时阵，厝边无正经看个很多，你当看到容貌看到好啊，但是呐，落雨天吼，实在嘛会当享受运动过啦。啊，但是嘛，生活拢较改善吼。啊，若是讲厝边有老人，咱就讲啊，叫人来聊啊，吼，毋是养菜啊，吼，叫人来聊，吼，啊，就付钱去就好啦。啊，毋过较早，我爸爸就讲，啊，嘛是哦，天才会老啊，啊，若好天就无咧老啊，啊咧，啊咱就死去啊。另外，我过来问，我就讲，阿姨，敢会练气息？我伫台中那边咧读书的时阵吼，啊，妈妈用咱家的这吼，啊，搁咪在卡达车顶头起来呀，是啦，拢空灵车吼，啊，我行去上课，这便是非常难的。啊，那热天的时阵吼，我的大汉吼，天气个样，我拢有我手套啊。我爸无办修的，啊，是按外头那个搞阿公，你想嘛？啊，这身体在里面，啊，一看这个吼，修得你上头前，上面你还买块修的？我是让你看这个，啊，无讲啥意。个人讲，我先同他提箱修的来上。这种人比较健康，我们是一生容易的心来。Gracias.
啊，不过嘛是爱家己过路，我无好改变个习惯，所以才。七夕啊，很多点，我想想，我嘛是台湾人，父亲有七十位老师，啊，以下就是我参与，啊，因为这不是我的作品，所以我以钢笔来念，但是我是两遍读的。季老师呢，是前生涯会大师，阿爷把好听，一起教客啊。伊有当时啊，一旦看到残梅这样子，所以就写一首诗，叫做《梦残梅》，你是安下。这条溪啊，不得了哩，这条路。关起，每一天都化身上面那个去，一边行一边开讲，一边行一边听水声。有当时啊，你会当看到菜花滴点水，开始来时阵，山顶的狗啊，就跳进去寻水。放假的时阵，伊那。一条溪啊，木兰啊，听水是每一个人的朋友。1999年，一条溪看起来热闹，一个人是一方水流，大水一旋。听水消息是我永远的安全。我就想到，台湾过去有一些
法官，其实是美国的两名法师，啊，迄个目的是讲要让囡仔学讲台语，而且这方式呢是较短，是较古锥啦，我来想到一首叫做《花啊草》，来念给你听。这嘛是实在毫无讲义，因为这拢不是我写。今仔日吼，咱有一个迄个白丽娜小妹妹来唱歌，伊唱的台湾就是新年，伊那歌可以唱啥物？阿仔阿仔听听歌过来，所以这种歌就是真能够追赶今仔日来回家，我来来唱新爱歌，伊那个的歌词叫做《花香草》。所以我来念的时阵，都管家长的啦。人插花，你插草；人抱鞋，你抱狗；人困红棉床，你困细汉口。是吼，讲较早抱鞋抱鞋，这块是一个真好代志啊。抱狗。迄当时吼是用铁锹，所以就甲土地甲土豆呢，伊变作插花插草，甚至是讲困阿眠床，甲困晒下口，吼。啊，佫就是时代不同啊，即马吼咱啊，咧土豆啦、土鸟啦，拢是上高级的代志。我有一个好朋友吼，啊，袂是好啦，伊毋是同个啊。我曾经有一个大伯公公，吼，阿公公吼，阿哥伊只狗，狗还挂怕的，阿弟哥话不来就是好啦。阿爹爹就是用迄台车，甲狗载出去，从西征大南，阿倒转来，暗时来咧困，阿那个摸伊只狗，阿钱都唔够来用啦。所以安尼，我就是感觉讲，以前较早是。囡仔的关系，比平常时的生活情形，咱也是会当知影讲，这是社会、人文、历史变化的一种。今晚我来介绍的第二首诗叫做《信箱》，这当然的电话了啊。第几年前？当年拢有举办一个音乐会，目的就是要予台语人的音乐家一只有机会，甲伊新的作品介绍予台中朋友。因为即马基金会的会长吼，洪家栋先生吼，伊嘛在现场，来解释一下，因为讲到讲音乐作品啦，真有意义。洪先生伊是咧话非常好。所以呢，可能真侪人个听过伊个剧场个表演，是真好听。咱来讲，伫2004年迄时阵，咱个吕信业老师，吕信业老师伫后面吼，伊写一首新的歌曲，因为伊是提琴家啦，提琴家毋是讲咧弹琴吼，就是提琴。伊是咧拉迄个白鹤嘛吼，伊来做一首新的歌曲，伊就来请这个小台湾李慧玲老师来演唱。李慧玲老师一看讲，这条歌也无歌名啦，也无歌词啦吼，所以来找我啦，伊讲想嘛想嘛。你甲我写一首个台语的歌词来互我唱，我就甲讲，哈，那其实吼，吕信业老师可能甲要爱伊唱安尼就好啊。李慧玲老师就甲讲，我买啦，你若有写这个台语歌词吼，安尼，我买有时间机会，搁甲台语搁再研究搁较好嘞。我早诶，台北囡仔吼，常常讲北洋语啦，所以我想讲，是，伊
讲安尼是真有道理啊。咱也常常来唱台语歌，咱就台语会较进步。所以现在迄个大姨妈哈、小妹妹啊，有滴较了唱台语歌，啊，伊来咧学台语啊，吼，一定是第一真谛。啊，第二啊，会搁较辛苦听啊。先生，我伫遮来讲过者，台湾会馆合唱团大部分拢是唱台语歌，但是有人注意哈，伊个新团员伊来参加。啊，我的下一期叫做新乡，来做做吕新梅老师作曲的歌词，我今晚来念一遍。寂寞未平息，夜夜思念你，思念你我最近的日子，思念你笑容。思念你的温柔，安慰我的忧愁。思念你的形影，想要永远对你行。想要给你听，想要给你知影，这是我的心声。这首歌听啊，当然你一定会记得啦吼。吕新梅老师一定是知影啦吼。啊，唔知伊有外语无吼？啊，伊也是将我。谢谢谢谢，以前吼我唔敢来问啦，吼，我感觉伊也无外语，哇，我好唔知，吼，我较细声咧。今仔日吼，大家特别人吼，把我旁边坐，佮大家发发啦，就分享。所以，这个形象，我起码特别请大家来念。不过当然，咱内面也是虚心啊，还是想讲内底意思，哈，但是感情解气，哎，两个差不多。伊都是当讲，是你妈对你呀？啊，那安尼吼，另外迄个人是来，我啊就是歪歪对。实际嘛吼，啊，像伊是不是赶快比较容易啦，哈？啊，只要改变，啊，比如讲，你有偌强个思量，吼，啊，但是你若要改变，啊，你嘛是使，即个是就是讲暗时吼，啊，你家己闭眼睛咧，安尼，偷偷啊去思量一下，吼，安尼，我请你，我用两分钟的时间。
哦，啊，是我相信，即摆台湾可能还佫有一寡所在，伊咧出事嘛，啊，是即块个习惯。我即摆来来一首创新民谣，来念一下。创新民谣，出来点点佮解菜，门外奔跑人采采，后头车再是牛来。亲戚朋友，欢迎你来！别看新年的红菜，新年吃的哦。新年新人拜天地，各个队伍见到你，夫妻对拜一两个。新年好嘞嘞，心内欢喜，你拍手。天一边来，喜酒大家尽澎湃，大家食甲笑开开，新娘新郎笑意满，希望天天各发财。新娘面红红，新郎甲伊开，你啊对一个媒人，祝贺一对新人家庭。宾馆，每暗无替人牵红线，伊讲即种职业上解脱，人人拢得乐，好姻缘遇济济，生囝娶孙伊淡薄，新娘头插红花，手捧茶盘捧茶杯。你的亲情见弟弟，弟弟见阿妈，阿妈讲，弟弟你美女生好心，弟弟见大伯，大伯讲，心想心伴你富贵，弟弟见阿爸，阿爸讲。两人上好，必条解乐。弟弟见阿母，阿母讲：爹妈、爹妈拢如意，心心相印百年。弟弟见小姐，小姐讲：爹妈今日爹妈有亲戚，你两个也无相识。我这辈子等你。那这些新娘跟新娘不拍摄啊，现在还在闭着，表示讲不休息嘛。啊，这些小姐啊，你们溜了去了啊，我记得都讲。北京的新娘真水，人客特别欢喜。新娘新郎爱小心，嘴都嘴。啊，你就是他对我哈，这个小姐啊，对新娘新郎都是因阿兄嘛，吼，甲说，你们俩说，啊，其实也使甲说啦，吼，这种小姐啊，伊感觉讲无理解，所以伊就要变多加几分子，吼，啊，这个新郎哈，就是这个伊的甲新娘真可爱的，啊，什么弟弟见小哥，啊，小哥是一宿啊，伊讲。地凹盘起来，新年新郎大发财。地凹盘甲脆，新年新郎富强富顺。你地顶落去，新年新郎永远心想事成。你地顶呀，收地凹，地凹来地凹。新年入门喝彩头，希望你先做些喝的好，养生又好，百岁不老。所以我讲，这个小姑娘。所以我讲，这个台湾人在创新年的，我
为民，心内欢喜有满足。啊，一时嘛，会是呢，都是头大大，哦，是不？是吼，哈。我以前哈，我去参加一个婚礼，新郎新郎是律师甲医生，有一个节目就是讲，这个新人啊，坐到一只椅仔顶。啊，像三个群的所在吼，是这样吼，哦，在外面。啊，这个新郎啊，就来弄一滚卡，啊，滚卡都是暗色色啊，吼，啊，唔知伊在地下放啊，吼，啊，大家都看啊，伊也抬头看我，我也是抬头，看唔知咩吼，也是偷偷看。啊，过滚卡过啊，这个新郎啊，就对伊滚卡存在。提一个亲亲安的物件，主要是为着一届的我交代好过的出去，啊，去看看，啊，去迄个人客中间咧行来行去，啊，手伊伊欢喜啦，我就问阮囝，囝就阿霞，阮囝我当做去吼，我就问伊讲，啊，迄是啥物物件？啊，伊是创啥？伊就讲。
一个故事吼，这个故事吼，啊，今仔日可能这个故事是真巧啊，啊，今仔日可能话太容易，是吧？Thank you.
好彩头，你把心做一个好
晚上大嫂用什么？现在想起来了哈，来来，大嫂，啊，对，先，爸爸不是大嫂。
本听今世爱啊，想水手不是软过硬，是我把你坚强成阮大汉的一盏手。这首诗，咱的作曲家吴英俊老师，伊真欣赏，伊来写一首合唱的歌曲。有真侪声歌，而且吼，小提琴的部分，还有钢琴的部分。啊，李慧玲老师是啥人啊？伊创伊合唱团，真侪届都伫音乐会内底表演一首合唱歌曲。另外，我嘛编一条舞，吼，搁再请一位金珠奶妈妈，叫做方诗金凤女士。本来嘛，就是太多这个诶爸爸啊，跟这个阿母吼，就是张杰先生诶女婿嘛，吼、哦、啊，姓李祖兰妈妈，就伊白鸭店是名铁商，所以要演一首歌的时阵，啊，演唱啊跳舞啊，我妈妈在铁商的工作，所以呢，就是一出挂不掉。咱啊，甲对结束的时阵，老师讲应该够有时间，看起来好像不一定吼。咱可以先来这个两下歌，看一下。啊，今嘛就爱有概念啦，吼，我差不多念完了吼。哎，小事也是，啊，咱啊，咱今嘛吼，这时间的时阵吼，就是讲，啊，你向旁边人讲两句话。互相来欣赏，互相来听，吼，这样生活起来。而且今仔日咱有缘坐做伙，吼，会当帮这两段诗是真难得，可是我反正没有时间。的城都思念台湾长征的
修罗，希望他会超过星星的山顶，茫茫的小河，深深的江水，美丽残垣，详细的火焰谷，思念台湾故乡的亲人，思念父母对阮的疼爱，父母的笑容，父母的依赖，思念台湾亲情朋友的形影，思念因欢喜的笑声，纪念因亲切的名，青春献困的心声。台湾故乡亲人，阮伫国外毋惊艰苦，毋惊困难，故乡的发展，同胞的幸福，嘛是阮的愿望。虽然咱袂当长寿来相看，毋过咱心连心对待未来，永远袂忘。Yeah.